啊，我奥特曼受伤了，怪兽马上就要来了，我现在保护不了小朋友们了，我爸爸，你怎么躺在这儿了？这地多凉啊。爸爸，你把怪兽都打倒了吧？小奥特曼，爸爸受伤了。什么？爸爸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爸爸，你快醒一醒啊。小奥特曼，以后你就要保护好小朋友，保护好地球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。爸爸，爸爸。你快看，奥特曼已经被咱们打死了。哎呦，这个奥特曼简直是一点都不厉害。住嘴，你们两个坏怪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，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